嘿，大家好，我是 Xinix， 为了来卧龙的游戏开荒视频。上一期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这个视频为什么突然断了？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游戏直接崩掉了。不太清楚，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东西，还是说它就是会一直的崩？总之，游戏呢刚发售不久。也不算特别的优化的特别好吧，网上至少 Steam 的评价呢，我看着也是就是负面的评价是比较多，因为主要都是在抱怨这边这个游戏应该是从一个主机版移植到 PC 版之后呢，应该是 PC 版的优化总之非常不好，应该是抱怨比较多。这个总之呢是有一定抱怨，那这个抱怨呢我觉得是合理，但是至少我体验起来，至少就是我的 PC 算是配置比较高吧，所以说没有说像网上说的那么的恶劣，至少看看吧，这边至少就是至少我的还是这个经验吧，我是个人还是能接受的。等于是这个东西我拿过了，就是至少是存档有存。就你这个是，那个人呢？我现在有点好奇，我这个箱子呢？咋没箱子？哦，这是这个东西的另外一边，等于是我之前做过的事要再做一遍。但是这边是没有东西了。我有点好奇的是，这个楼下有个老虎，那个老虎是因为我死机了，它刷出来了，还是说我那个旗子插上之后，我忘记给它杀掉了？我现在想法是我可能还要再去打一遍他。我天哪，什么呀？主要是不清楚你的动作。这个速度真的是快到，就至少我这个是反应不过来了。这楼下还有别的怪吗？有。这明明有梯子。先 buff 一下，麦尔，我要 buff， 我没想弄那个的，真恶心。之前掉的是主弩吗？再重置一遍吧，这边应该是至少死机前的东西，我应该是都弄过了，可以升这么多级，可能还是接着升这个木。上楼怎么上？这种还想练一练，因为是没有。
这个就有点，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防御性能也太离谱了，我这么打他都不破防。要是所有的 AI 他都这么着弄的话，恶心死人。这么走，天哪，这些都是已经做过的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太快了，完全不给人反应时间。刚才那个回避，说实话我是蒙出来的。刚才应该是打这个东西死机了。怎么死机的呢？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我跟过去，然后他转身，我再发动，就是我对着他面部发动了一个这个，就是他面部发动了一个背刺，然后就死机了。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效果。倒是掉了好多的升级材料。怎么还是就是我太高估了我这个武器的硬值。就等于是打这种妖怪类型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被动，不要主动去出招，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边我记得是上不去的呀。哦，不对，这么着可以上。这可以上吗？可以。但这边我记得是过不去的。对，这边过不去。哇，这是啊，这个地儿，好吧。不错。那个捷径其实都差点快被我给忘了。但是现在还差一个旗子，一个大旗的，一个小旗的，是吧？那个人呢？能不能不要拱我？天哪！我觉得这个就很扯，这是什么呀？你这能这么着玩命防御？为什么我没有锁定了？一点也不享受，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提神精油。增加盐抗性。哦，别的怪吗？二十级的，天哪！我感觉这是一个那个船那个旗子，我好像我 miss 了一个旗子。这前边我感觉上好像已经打 BOSS 战了。切断完了。新しいデバイスですね。等我看见远处有个，那是个什么怪？不要你。是个怪，十五级的。
我这个不知道。这个铜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猜是饰品。增加幸运，然后消耗有用，抗性我觉得一般。骑术持续，其实这些都挺好的。掉落率，这个也还行。像问题来了，我感觉上这个前方小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我 miss 了一个东西的，等于是。被我弄了吧？被我弄了。那就是等于是前面我 miss 了一个东西。可能是我之前死机之后就本身开开的东西没有开开。还是特别早的地方有一个。其实说实话，这么弄有点难找啊。那个上面有旗子吗？这个就是个大旗子。去上面看一看。这能看见旗子吗？有可能就是我来的路上 miss 了一个。Yeah!
又个大旗子，那个上边的那边的旗子我弄了吗？那个旗子也弄了。这我感觉我探的还算比较仔细。我还能想起一个地儿，就是那边有东西吗？这个移动倒是很快。就是一开始的位置，要是还找不到，那我就不管了。刚才他那个攻击都是带回避性能的。那个是个旗子，是我已经弄过的旗子。这是从这儿出来了。是孙坚给他打死的。这个前面呢？前面是什么？这游戏一开始的位置了。啊。
や、調子はどうだい？また入り用があったら遠慮なく言ってよね。这怎么弄呢？感觉上就是这个地区我 miss 了一个，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区我没有见到小旗子。这个上面这个地区看见一个小旗子，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小旗子。我猜可能是这个平地的某个地方。我这是带着孙坚来练级了是吗？破电脑，我天哪！
我能。这个人为什么无限的，就是他的无限的钢体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地儿的小旗子我也弄了，天哪！我不应该上去，我就在这个地儿已经没有别的了。我快疯了。这地儿我应该拿了呀，没有拿到，拿到了。难道说这个不是 BOSS 战？到时候弄半天，结果这个不是 BOSS 战。这是张角。天空大吉子，やつが聴覚か。火，啊，妈呀！哎呀，妈呀，这都是我都看不清，这么慢。
这个速度太慢了，这个会破爪，这个又太快。我什么呀？这打不到我，看不懂，昏倒了。按错键了。哎，这豹怎么都没血了？这是。就是这个豹子是这个样子吗？我就感觉我没有给它打出多少次失衡，它好像是不容易失衡的一个豹子。哇，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么大范围的一个 AOE 回血是吗？这么厉害。討伐の手柄はお主に持っていかれたな。ん？面妖なやつ、何者だ？なんとまがまがしい気を。おお、貴公。あの気を見てもおじぬか。義勇兵にしておく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な。等于是孙坚的这个是什么呢？我ら孫家は竜と競り合う力すごいし、虎の一族。その地に宿すは時代を切り開くに足る。来虎？あの悪しき気はいずれ我らの行く手を阻むで。わしか、それとも好敵主たるお主か、どちらが先に世を包む闇を切り裂くか、見ものだな。真的是白虎。原先是之前是麒麟是炎系的，这个青龙好像是一个回血用的。気の乱れはあの男のせいなの。急いで老師様に知らせないと。一緒に来てくれる？你的师父是谁？白虎。难道是诸葛亮？人の命運は天に輝く星が示す。世を騒がした黄巾の乱の首謀者張角はその肖像とともに消えました。しかし戦乱は続き、大地から死の匂いは消えません。戦乱の元凶となっていたのは私欲に走る高官たち。その元凶を断つため英雄たちもまた動き出します。
这不会天柱派？お客さんかい？珍しいね。うん、そんなところ。ごめん、急いでるから。老師様、老師様。山に妖魔が現れてね。老師が調べに向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老師様が心配だわ。でも山に行くのなら、しっかり準備しないと。这个什么天柱派是有东西吗？扬州。我猜这个地儿是实际上我们的就是这个类似于是祭祀场。备战调整兵装是什么东西？入侵就算了。世外隐桃源，天柱派这个跟是又感觉不太像诸葛亮。啊，古城についてきたんだっけ？せっかく来たんだし、ゆっくりしていきな。わかん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みんなに聞くといいよ。看这个小地图，你应该是就是我们推进剧情的。这个小地图感觉也不算是个小地图，连什么东西都不显示，黑了黑色的，就感觉好像没做完。这能进吗？上锁了，好吧。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地儿，那些地方都是能去的吗？这么大。这可以坐吗？什么呀？啊，有个东西，我以为什么都没有呢。哎，我天！救命！天哪，吓死我了！嗯，你好。种类。强化等级，攻击稀有度，我应该是没有四星的了。有没有这么着？没有防具啊？没有四星防具吧？有。可能只有一个。这东西厉害吗？一个轻甲，我觉得应该。用不到。啊？你不吃？你呢？你在吃什么东西？你不是在吃竹子，你是吃，好像吃了一个。折了的刀是这个吗？有吃的了，不想吃。有什么用吗？这是就是现在不想吃，之后会吃。哇，这么多东西，下面还有东西。哎，哦，你来这儿了，好吧？じゃなかった。お帰りだね。
みんなに親切にしてもらえるし、妖魔にも襲われない。おかげで腕もめきめき上達してるよ。いつかお返ししなくちゃね。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开启。这个第二句是一个病句啊，它什么叫成正比？且孔上镶嵌着带有特殊效果的宝珠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 run on， 这个语法叫什么？就是你没说完，什么叫且有特殊效果的宝珠？不明白。拆解宝珠，我现在有带孔的装备吗？我有孔吗？哦，这个是孔，等于是我有三个。拆除什么？双喉戟，哦，这是一个双剑的一个戟版本。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的？我大概知道，就是我把这个技能拆走，可以移到别的武器上。要宝珠碎片，这么多。哇，这个系统是不错，但是这个工作量有点太大了吧。改装是什么？这是幻化？这个为什么？这是没法改装吗？分解。分解获得宝珠碎片，怎么一并勾选？切换勾选？我的红晶这么多，白虎，到时候白虎也要看一看它是干什么的。我想干什么？我想看一下这个主弩有没有三星的。有，命中弱点的远程伤害。我可以把这个弱点的远程伤害移到这个地方来，造成伤害增加，这个不错。我先用这个三星的烛弓，应该是没有了。我怎么少了个东西呢？直刀剑，
哦，可以这么看，我终于明白了，不是要弄所有，这样是按直刀、剑、弯刀之间，弯刀用的不错，大刀不好使，戟不好使，大锤太慢了，这个更慢。枪是想喜欢使，但是它追人效果不好。还有矛、双剑，还有双刀。双剑之前应该用过吧？双戟没有用过，这个试一试。哦，这个我发现知道了，错了，稍微有点慢。这么大的。就是拉打到一半的这个突刺不错，啊，你的攻击能，这个是一样的。这是带连击，跑动攻击是什么？他的，我天，什么情况？有没有？那破防能力怎么样？应该是70威力吧，42。42。双剑是20多。之前用双剑好像是打过一个 boss， 发现就是有点太弱了。我现在有点关心矛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枪就是一个突刺的长柄武器，但是它好像追人效果不怎么样。看看矛到时候。双剑不太好使，双刀看一看，双戟的话至少它这个气势威力我是比较满意，别的武器剑感觉一般，现在感觉上弯刀可能会比较好，剩下的都试过了，棍杖应该是目前感觉上手感最好的。那个镶嵌看一下，绝技伤害，这应该是 NR1 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我要宝珠碎片这么多，这样好像能拆解这个能拆吗？这能拆成宝珠碎片。我的这个能换吗？这个都不能使，就等于是这种图标的是你没法拆的，这种图标是你能拆的是吗？那有点厉害啊，那我估计我就可以都拆了，拆完之后就直接斩选。然后可能留几个三星的东西，其实这种三星的这个马刀我应该看一看它的技能的，一般我们看下一个技能呢， R1 加这个，我摁的是 R1 啊，为什么没有效果？不管了，
哇，拆了这么多，为什么还能拆出炼钢来？所获得宝珠精华是什么意思？这个呢，这个也可以拆。有几个三星的，其他的都拆了好了。天哪，这个更多。可以，这个应该是拆的差不多了，然后改装是幻化，就是只能是同类武器改。我的这个改装要钱，好吧？白虎的好像更好看一些。这能预览吗？不太清楚啊。刚才想镶嵌来的，是这个东西吗？这是一个四星的棒子，连这个不能弄。基础攻击时，我猜是不是之前我觉得这个棒子它的加气加的多，是因为这个属性啊？气势维持。增加雷属性伤害与异常状态积累，有利效果。这个为什么使不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东西，我需要消耗。这个呢？这个为什么使不了？为什么造成伤害不能使？近战伤害。这是因为有我这个绝技伤害有了一个吗？我把这个拆了呢？啊，可以了，就是这个红色的东西只能有一个是吧？附上属性武器造成的气势伤害。可能近战伤害更通用一些。近战气势伤害，可能如果要是想打气势的话，应该是这个更好。近战攻击的气势伤害，这是什么？气势攻击，就是你要发大招的时候，就是你平砍，这是只影响平砍，还是平砍跟大招都会有影响？绝技。无伤绝境是什么？这是火石场，体力低下，是我应该是一直 buff 雷电，其实是可以试试这个棍杖，这个好像更厉害。岩攻击的数值增加造成的气势伤害，我觉得弄个棍杖伤害，来个棍杖伤害，然后还有什么呀？就这么多了。这个为什么不让使呢？这个跟你的位置好像没有关系。这个为什么使不了？我不太清楚。我想要个有利效果，骑术持续
可能骑术持续对我的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好厉害，这个怎么弄啊？有一个骑术持续，再来一个雷攻击，有力效果跟骑术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是你吃物品，这个是你那个骑术是你 buff， 还是说这个有力效果是你 buff 跟吃物品都算？体力是我的血吗？真气是灵魂？有些想使的像这些东西，但是他不让我安，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估计好像也没有什么能雷攻击，雷攻击吧，或者可能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我再看一看啊，气势获得量是吧？这个不是气势获得量，这是维持，现在是你降的更低了。真气不是气势，应该是没有，还是用这个雷攻击吧。这个样子，然后我之前好像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刀。哦，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它只有三个属性。伤害影响轻装，有没有刀伤害？这个炎伤加雷伤害加2.7%，跟那边有一个什么雷伤害加十级，就是你等级低攻击力低的时候，这个加15应该是效果更好，然后等高了之后百分比更好。绝脉，这应该是背刺那个东西，跟红的好像没有什么刀造成的东西，我没有看见。红色的伤害增加，近战气势伤害。气势伤害。有，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我长那个气势槽的，应该是没有的吧。好像是没有。气势影响力，这也是造成的伤害。好吧，那就弄一个普通的近战伤害就完了。然后炎攻击这次就不要，好像也没有什么能选的。骑术持续，是我立即装备。先不装备了，你真的是这种四星的武器应该是装备吧，至少这个应该是更占优势的，大概知道了。
格挡时失去气势，这个没有，气势攻击的气势伤害。其实这个三星的东西我觉得我就先不弄了，我的四星的防具，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好麻烦。金树，异常状态积累，无抗性，等这个无伤时这个东西没法安，大概知道了。红的是一个东西，然后还有方块，奇术命中时这个可以安了，等这个东西弄成玉木术的消耗气势降低。绝技，敌人的累积，抗性，体力，我觉得我一直在加血的这个体力应该就不用。这个为什么是在护甲上也能弄这个东西啊？我试一试，我把所有护甲都弄上雷攻击或者什么样子。然后想一个什么承受的伤害，基本攻击时获得气势的获得量，这个好像有用。这个我可以看一下，我按了一个好像是绿色那个东西，之后还可以再按绿色的东西吗？红的按不了了，等于是这个东西只能按一个，这个有点类似于是槽的样子，就是一个样子中东西好像只能按一个，就相当于是这种圆槽应该是比较低级的槽，什么都是就是类似于是通用的。异常状态积累量，回收箭矢，敌人的不利效果，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呢？体力恢复量是什么意思？我加血的时候增加，这是什么东西？显示到周遭地图中。我觉得还是弄个幸运吧。现在有点好奇，我之前按的是头，现在是手，这个手会不会根据你的部位不同，你可以按的附魔还不一样。气势攻击的气势伤害，射击武器，奇术伤害，上限加一，等于是你要么降低消耗，要么是增加获得量，好吧？
远程伤害，没有近战伤害吗？无伤。近战70伤害，近战伤害，这个有伤害啊。这个是抗性，没有哦，有攻击。还是弄个攻击，看看什么效果。体力就不要了，承受的应该也没有用。哦，这个幸运是一个固定的槽，可以镶别的是吧？先看看红色的槽，近战伤害。奇术雷伤害，别的没了。近战伤害，承受伤害，然后有一个什么获取量。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么，就是你的护甲如果可以这么容易的就是给自己自行编辑的话，那我估计可能我之前像感觉上不好使的一些那种获取量太低的武器可能是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提升。还差什么？好像还可以安一个蓝色的，就是承受伤害。我觉得改成好像之前一直在加攻击力是吧？雷呢？等于这个是四星的，如果是再有五星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个效果是吗？这个也有幸运。我才发现我没钱了，我还有东西可以卖吗？没，到时候没东西卖了都。天哪，好像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卖了。这是个问题，我估计就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吧，这些三星东西都卖了。这个是我要留着的，这个好像是我要留着的。我是不是已经有了？我有了。这个是我想要的，这是我要留着的，这是我想试的。不是了，这个剑应该是一开始有，我现在在试这个戟。这些东西我先看一看，这还挺费钱。应该是我拆的太多了，应该是卖一些拆一些，我结果是都给拆了，没有卖。这个一个是多少？15000，是15000吗？15K 是15000，没错。本是一个附魔近战伤害，不上属性。这是根据部位不同，它的好像每个部位的这个加成的数值也不同。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红的话是弄成近战伤害。然后弄一个。那个什么维持，这个，然后是雷攻击，还有别的吗？我现在有点好奇，就是这个有利效果是对你的自身的 buff 有效果吗？
如果有效的话，其实我可以把所有雷攻击改成这个持续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安的，安一个这个应该就是这么多了。这个东西能弄吗？卸除，就是我不装备，这个不，这个没法弄。我这个可以卖，才意识到这能卖吗？我之前没钱，我不应该卖。出售可以卖吧，这个四星人就留着。啊，这也可以卖，一个卖1000，好吧。没想到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而且我看这个地方还有好多的其他的通路也是可以去。我明是从那边来的吧，然后那个是我的旗子。考虑到时间关系，我觉得至少这一期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装备给升级了一遍，可能呢是在这儿结下。下期的话呢，把这边这个好像是什么叫天柱派世外隐桃源，总之是在这儿再跟 NPC 做一下对话，再探索一下，之后呢再继续推进我们的主线剧情。总之呢是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就先录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